它虽然是浅浅的，但你会感觉到被一直挥着过日子的感觉。你说在台北市活的岁数不大，但是你把那个无奈的感觉，有把它写出来。这节目是一定要投对吗？哦，怎么了吗？是一定要投吗？也不一定，你可以有你的选择。哦，真的吗？嗯，现在才讲啊。